少爷体内根本就没有放弃这个基因。好吃！啊！太棒了，简直反人类！我认输，放弃了。谢谢你啊，思琪。 多亏了你，我心情好多了。本来嘛，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。欺负你那个人现实中叫什么名字？我帮你出气。啊，不怪他，其实都是我的错。我还以为只有我哥那么讨人厌呢。造物主真是恶作剧哈。你哥有那么夸张吗？何止啊！ 我当时离家出走百分之八十都是因为他，现在因为补办证件又要跟他见面，烦死了。那他今天同意见你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一下午都在打电话，他根本不接。我还以为这么多年他有点改变，是我想多了。我去，辣椒后劲好大呀！啊，来来来，喝口可乐，喝口可乐，慢点儿。没事没事。 今天开始，我们告别舔狗，学会独立行走，千万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吸在另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，狗子，让你那高冷的哥后悔。